我们今年要拿下三连霸，所以我没有任何时间等一个像他这种跟不上脚步的人，懂吗？懂。我们是一支即将解散的球队，我们只能一直往。接下来每天只会越来越艰困，不可能越来越轻松。 哥，不是好好打球，可以不要只在意自己吗？我只想把球打好而已，真的那么难吗？